小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高不高兴啊？高兴哈！今天就是我们为了迎接我们台北市政府在今年的8月19号开始所举办的世界大学运动会啊，我们在一系列的活动当中，我们邀请所有我们全市的小朋友共同来这边，针对今天很调皮可爱的熊熊呢，画出你们的一个想象。那希望说，我们四大运当中呢，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之外，能够呢来庆祝这个我们难得能够举办我们世界规模数一数二的一个运动会。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的主办的学校幼儿园的老师，还有园长呢共同来参与。那也希望说这个活动呢，那能够带给我们小朋友呢启发他们对四大运当中一个想象。祝今天的所有比赛呢都非常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祝大家。我们在这边宣布千人幼儿彩会现在开始。